年少时就只为怕了你，把我一切都献给你，只要你欢喜。不嫌多，普通的家两分，我的心你永远不离不弃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就等我会与你徜徉在金色麦田，春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。19为期一个月的时间，这台车子就会在我们这个现场来做这个展览哦。那最主要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让我们的大小朋友啊都能够来了解反毒的重要性哦。那特别是现在的毒品，我想年龄层是越来越低哦，使用的。那我也常常到军中去看，曾经有一次我在跟里面的这个啊营长聊天哦，他说那一批大概600多个这个役男里面，第一次筛出来有100个有问题，再筛第二次50个左右有问题哦，那真的是已经。这个需要我们中央地方大家齐心一起来哈，来做这个相关的反毒哦。那我想这次要特别谢谢我们的法务部以及我们的这个卫福部哈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教育部，那非常多的单位，中央的单位大家齐心哦。那我们地方县府为了这个也开了好几次的这个会议，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我们的同学、青少年，还是我们社区的民众，都能够多来善用这个巡回车，让他们更加的了解那毒品的一个状况。那所以说我们比较特殊，我们除了周周有主题，那还有做了我们相关的这个学习卡哈，就是希望孩子们来了之后，那对于反毒的怪概念能够向下扎根，然后做得更切实哦。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记者会，能够让更多乡亲主动就来了解。那这一次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影片呐、或者体验的哈、让你去体会说真的那个毒品的那种莽叔叔的感觉。那这个通常都会抑制到我们的中枢神经，让我们的反应变慢，然后甚至产生了更多的这个对身体不良的一些状况哦。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，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反毒，记得要跟毒品说不哈、那我常常到军中看孩子们，那很多的孩子他们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我试试看绝对不会上瘾哦，可是实际上很多就是一吸就是上瘾的。我们期望说透过大家的力量，特别要谢谢我们巡回团哦，过去跟那几个卡棒哦，就到我们各个学校各个场域在做我们反毒的宣导。那我要在这边要再次的谢谢我们鹿港东区扶轮社，那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协会一起
捐赠了280万，我们现在县政府也在做招标的动作，也是要打造一台没那么大台啦，因为毕竟不像中央哦，财力雄厚。我们呢也打造一台，预计在我们的所有215所国中小，还有我们的一些社区来做相关的反毒宣导，大家一起来。那我相信我们能够有更健康，然后更有活力的这个年轻人一起来跟我们努力。再次的谢谢各位长官的莅临哈。那也祝福我们所有的乡亲伙伴们平安快乐吉祥，美好彰化希望城市打开这位派对。中央虽然有钱，但是国家有钱啊，我想经费有限哈。那现场的印象中心，以做立法委员的时阵，从来没删过我们保护的预算哦。两位，感谢对方的支持，谢谢哦，都是帮忙哦。你讲彰化地方法院能够落成，是管定你做立委的时候来鞭策。那同样的，跟县长报告，彰化地检署徐家长不负使命，我们应该年底可以开工吧？啊，可以哦，那管定叫你帮忙哦。所以县长对于中央真的在当立委的时候的全力支持，我也非常感动。他来到地方服务之后，他的视野更大，有着中央的宏观，更有着地方的细致。所以对于反毒的工作，我认为彰化我们绝对有信心，尤其在资源的结合上面，包括杜瓦丹，除了我们来自于台北的中正、中仑、福仁社以外，但彰化南区福仁社、东南湖福仁社、西北福仁社、皇家福仁社、鹿港福仁社都来，雄雕港福仁社都来，可以看得出县长在这一方面的用心。那我们的展示内容已经不是像以往传统教条式，那种动画。有各种食品的展示，在这里特别跟南中华雄金细胞报告。有关于展示的内容，在罗班长、罗副班长，还有我们南玉世博的规划之下，明年开始，我们在挂台，用两个更精致的方式、更活泼的方式，可以深入到215间学校。我们的展具都准备好了，只要县长需要，我们全力的配合。好。